其實我覺得多了很好，看的景呢兩邊其實都很好，看的景是靚靚啲的，比較優越出現，咁啊一日光就反映落去呢，就即係好多畫咁樣，但係如果夜晚呢，就比較優越，配合埋啲音樂啊，咁同埋呢，就係配合埋，有時啲燈光景色呢，可能比較優越，概念突出嘅，係啦，就影到有啲頭像喺個手，俾人推落去河度，我呢個 video 嚟嘅啦。 呢度伊利沙伯橋，呢個你喺右手邊呢個教堂後面嗰就華樹街啦，我哋跟住可以食嘢地方俾大家食嘢地方嚇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的話咧，都可以去我頭先我所講嗰個巴比羅酒店嗰間國餐廳啊，入個東京東歐都要20幾分鐘就歐羅，同埋啊，廿幾蚊港紙啊，咁啊，因為一個真係出名嗰呢間嘅泰國嘅泰國廚，咁其實泰國菜來咗幾款嘅，炒下菜食下呢個咩？ 啊！嗰啲咩山蝦嗰啲咁嘅啫嚇，咁但係真係幾正常，真係泰國船，泰國菜嗰啲貴啦，係啊。我問有啲有錢人咧，佢係中意包部船嗰個嗰啲咁樣嘅喎，包部船可以食晚餐嘅喎，好好喎，呢啲船咧唔止俾你 good 光嘅，仲可以包部船咧喺度啊！咁啊，如果你做 party 啦，幾廿人喺度咧食下 buffet 咁樣啊，再有錢啲，你包部船兩個燭光。